团啊，常利用外配啊来运输毒品，协助运送毒品的酬劳相当优渥哈、哦。除了$2,000的奖金以外，另外还提供啊国外的食宿以及那个后续啊入住防疫旅馆的费用。那全案呐、啊、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啊移送就办。